知道。一博，你单身多长时间了？一般说这么敏感的话题，说，哎，反正随便说一下，目前是单身，目前单身，幕后怎么样？幕后，你到幕后就不是了，是吧？幕后有几个厂工师傅啊，只有在目前过日子。一博，你为什么不找个女朋友？就是可能目前的工作时间上，可能见的机会特别少，也没有遇到特别好的吧。现在关键是没有遇到特别好的啊。你心目当中那个特别好的是？怎么特别好？特别好好奇哪儿好？那个肾好算不算好？那个肾好算不算好？身体好算不算好？喜欢看感觉吧，没有说特别固定的。他要会跳舞吗？没必要，不用。但是会更好，对不对？也无所谓啊，这个无所谓，不是也无所谓啊，是吗？会走路呢？一直让自己背着是吧？会跑步，小周要求这么低啊？就是你。